我现在教你怎么调整刹车松紧，这是后面的刹车，然后后轮，左边的刹车就是在后轮。公司会给你三个工具，大中小。好，拿中的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六角的，慢慢的给它放松，不要太粗鲁哦。慢慢放松，慢慢放松，放松之后，这个抬高，它的线就会往下一点，好，之后你就慢慢往下，再把它锁紧。锁紧之后，你再试看看你的刹车就知道了。没有太松的话，你反复的动作再一次。